一路二路，嫌犯刘明玉车上有枪，被武器在车上不知情，防止嫌犯挟持人质，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进城。地图听到了吗？前面上了北三环，由南向北，我们这边没跟上，车特别多。你走在三环上，离前面车尾跟着。
对一下询问笔录，如果确认无误，签一下字，按手印。可以走了。我老公呢？十点之后来领吧。家里可能有点乱啊，我们的人查过了。你打死过多少人？我是警察，刘明义是枪犯。等等，你要跟他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有事打给我。他北京还有亲人吗？他父亲死了，母亲赶下美国，她丈夫通过快递贩枪，他不知情。刘明一的上线是我们一直在追的马三探。我女朋友想留在北京。六折。喂，小豆了？啊，睡了。十年都不回家，在北京住大房子，耍有钱的男朋友。你是哪个？我他男朋友。跟他说啊，骨头要找房子需要15万，最后一次找了要，不
系没关系，就当没养活他，死在外头了。你谁呀、啊？我于苗，房贷不供了。动手票，行行行。谢谢您好，谢谢。人死了总得赔钱吧？我老公也死了，他那是活该。你给我出去！不给钱我哪儿也不去。你看什么随便拿吧。你把手放开。不给钱，我就捧着。
总有个说法吧。你不就要钱吗？就是钱。把这个给我。给我。不够。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人都有脾气的。多少钱？100。这是现金。这卡里有68万。房子卖掉的钱，我会存在这个存折里。明义小时候的东西，我留了5万，有人追着要，不还不行。不要钱，还有一个明义留给我的东西不能还，我带走了。什么？哪个？张一鸣。用你100块买的，不给钱弄死你！
底谁呀、啊？谁都不是，你们随便谁都比我牛逼，谁都有房子有车子，我不想，不是，傻子，从蹭光亮的车里面一出来就把我女朋友打死，你还比我委屈？那你说，你要多少钱？15万。后头那个人是哪个？认得到不？他不认识。停车。不是警察吗？你是谁啊？马三谈。钱带没得？带了。把他也带上。付个钱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警察啊，他不是。说实话，你卖给我老公的枪打死他女朋友，他还是跟着我来道歉的。出来，领导，弄死他！不要，不要！开枪！不要！上车。买枪，我杀进这个
埋墙，现在算是好了。就一晚。哎，哎，你赶紧朝我来！不要逼我走啊！你是啥子？姐，在我聊天家里的时候，我很生气，跟你讲。啊！明天上午十点，余华刚起，要是来晚了，钱我都不要了。我晓得你那人住哪儿。明天跟你睡觉，你放心吧。把钱给我，这枪归你。你小孩？你的，流产了。明天跟我去一块装，上了两三天。华生他是谁？他想打你的那个人，打死你女朋友的枪也是他的，跟我有关系吗？想一偿命，知不知道？15万，你又不是赔不起。看看你，一家三个人。死了两个，贾总睡了，你打
的砸缸，让到树那儿去了。钱急不急？大庄子，你答应过。银行账号发过来，先汇四万。四万你又不是出不起。哎，白眼个鬼，你给你睡，良心都在。我当这么辛苦的也不容易，我操！吃好的穿好的，比你们不容易，骗哪个呀？啊！谁下了那么多钱啊？又不是要150万。银行账号马上给你们发过去。亿万富翁也没现金，好吗？要多不出钱，反正你答应过的，说还要算数。说还就还，还死了都还。钱借给谁的？你朋友家里要15万造房子，都不寄钱回去，让女儿白养，死外边。明天送我去玉华庄，钱算我欠你的。Thank you.
我扣了门。枪把钱放下的时候，问东问西的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嘛来了？哎，云老板，还有哈，都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问你话呢，找马三探。你们哪个是啊？你们人是？我女人。人被警察打死了，衙门赌气，瞎说。闭嘴！你说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警察？玉苗，别赌气啊，好好说。说清楚啊！我到底是谁？我看你龟儿就是警察。警察挂相啊！滚！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？帮打听，早透早省心。还有啥子好偷的哟？早抢我点啊！追你一年多了，你一个人一年能造100来只吗？我没得那个本事。干你们这行的，应该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。人都折了。扛得住吗？这次出来还带了20只流尸，在哪儿？离这儿不远。我要问他。你少给我耍花样！真的要问他。前面怎么了？修路。
叫小杰带着一鸣下车。下车。慢点，别动。我想单独跟他掰一下。不行。你是不是很想把我弄死？是。你个寡妇！小杰，抓住！看我这个身体，反正是死！放开我！枪，弄死我！死了！来来，你说他要管得上吗？不过他来这了，墙里东西谁碰谁死。命只有一条，留着好好过日子。明白？兄弟，死了没？肯定噻，超人嘛也走了噻。快走！连队，于苗进车站了啊！上车了吗？我看着他检票了。我让你亲眼看着他上车走。换别人的话，刘明义也会被当场击毙的。别废话。动手之前，你说看见另一个失主了，
对，薛天跟于苗在一起，后来一忙人就没了，真他妈天了。您的座位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麻烦把箱子捧过来一下。美女，请拉链吧。子宫损主，多少钱啊？价钱好商量吧。连队，有事儿？这是刘明义刚才的 QQ 聊天记录。您看一下。怎么的？这桥上我就感觉对面山上有人。有人？嗯。北京的，记住叫于苗，有可能叫刘明义，马上定位。怎么了，你说怎么了？于苗没走，老马在他同伙手里了，你们跟着去定位。齐了都，等你屋的。你倒地要干啥子嘛？先出去把门关了，啊，哪个都不准进来。钱表明说，这是我女朋友的命，之前是我女朋友的命，还差110,000。你们两个不是一对的吗？少一万，美女。你哥拿走了。我们 QQ 上说好了的，少一万一条人命。你有枪？有什么了不起？
反正你们两个得死一个。那条虫子跟哪个都不熟，他喜欢哪个，哪个都要死。就到这儿，等一会儿还有人跟我谈生意。啥子意思啊？啊？狗子啥子意思啊？大姐，头儿，定位了，小心点。别警官，病人醒了。谢谢啊。目标在北郊二中路。告诉我10000块钱在哪里。行啊你，骨头挺硬，都死过一回了，现在呢当时想活。你家兵工厂在哪儿啊？我弟弟，我你弟要什么？我们家的规矩，出来做生意，要是被抓，就弄死自己，或者焚香炉。你弟在哪儿？怎么找他？说话。说你呢，干嘛呢？我在化验科。化验科在一楼。站住！兜里揣什么了？把手拿出来。把手拿出来。便利。
刚才有个找化验科的。人呢？那边去了。后面的早就来了，走，放心了，大罗。枪啊，啊，左道，左道，你谁呀？我是小马，我哥他在医院。这是我们捡的。捡的药点个数噻，说好里头20只，只有19只的嘛，这次你表了。我们只跟马三太做生意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哥他在医院，我是小马。哎，1只5000，一共10万，钱给我。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他弟弟？怎么你就过来？老子给你证明！你个狗日的，走！证明！哎，你要证明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！有种你想打死我！一颗子弹好多钱？你给啊！老子辛辛苦苦做出来，还把他们弄出来？一把枪5000，还说5颗子弹？老子搏命挣钱，你们狗日的不讲规矩还抢！兄弟，够了吧？这枪和钱
我们不要了，人也打了，我们错了，行了吧？钱给了东西不了，你们抢老子不抢，这车是你们的不？钥匙给我还规矩吗？以为我在哪个？你们两个哪个去医院帮忙弄死我哥？弄死我哥得10000块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弄死我哥得10000块钱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里头必须得死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头有7口人，3个小工，做枪3-4年，一般都是我卖。那回货比较多，所以我哥都跟到来了。出门前都说好了，如果被抓了就弄死自己，自己舍不得，兄弟要帮忙。要不然肯定扛不住警察审。你说家头7-8口，不能收钱的，是不是？别再动。没得真的吗？你别去杀马三太，但是他竟然跟他拼了。
相信眼泪。我去医院上马三探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不是一路人。如果在北京遇到你，也只会把你当空气的。我欠你的，下辈子还。能只留一辈子。那就算了。不能算。还有一辆车的钱。等你活着回北京吧。就跟我朋友一样。怕你也活着回北京，我怕人不熟，我不方便要。好了，妹妹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一对鸳鸯绑在一起的确比较更安全。15分钟，你到人民医院的四楼，楼里头有3个警察，我给你打电话。30秒之内，我要听到枪响。刘大死了。我照你说的做，他能活着出去吗？我做生意很规矩，你看到了。给我把枪。知道定位在哪？南方区域的。林正，怎么了他？他在前面，堵住他们俩。已经死了。哎，头，马三探不行了，要找你。
马上回医院。位置已经有了，在南纺区乐丰路。快快快！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晓得也得办，还在帮他。可以了，撂了。照枪窝点在开化临水镇八虎乡两口村石头七十一块。嗯。电话那头是不是要钉枪声？徐江，我想把他在一起。你来找马三探是为了他？你们去找他，也带上我吧。
需要弄锁吗？是。这个电话要用呗。给你爸妈打。哦，你好，请问是鱼苗的朋友王先生吗？我也是鱼苗的朋友。还睡着呢，没事下午打。急事儿，鱼苗的车不是托您在卖吗？这样，我先发一个账号过去，麻烦您直接把卖车的钱汇进去。什么车？鱼苗的车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他车上星期就卖了，现金都给了，没他记得，给了8万，骗子蒙事了吗？要么就是被鱼苗骗了。你在北京是做啥子的？送餐。挣得多不？多少？都说北京不好。我觉得挺好。天安门、长城、故宫。这个跟你有啥子关系？跟中国人都有关系。老子一回都没去过。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把40万块还给我？我也不买枪，你就不成抢了？10万块钱还你的命吗？那我明天回北京了。为啥子？贾小朵的钱，我答应过他家里人。贾小朵是哪个？我女朋友，就是被你家的枪打死的。我就是讲原则，我不弄死你，这点不算太高，看你命大不大。等等，我刚才弄错了。其实我想给我爸打电话。算了，打了也别打。哥们儿啊，你不能好死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好死，信不信？
你哥到底死没死？警察为啷个不抓你？算了，
局长，别走了，一共六个，击毙五个。顺喽，走，看谁了哟。明码到我车上了。
家教的，结果呢，闹恁那了，送完客人以后回房间，结果一看，一个肉丸子躺到床上，然后他就问那肉丸子：“你是谁呀？”然后那肉丸子他说：“你个鳖孙，到底上不上了？脱了衣服你不认识我了。”这里是贾小朵的家吗？15万。死了。小豆，小豆。